那我呢，就是当然和老前辈没法没得比啊。我是196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5岁，是吧？不过我见过江青一次，我很远呢，在工人体育场见过一次。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我，是从天津骑自行车，大概15号吧，和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到北京，然后。在毛主席8月18号之前，接见黄晓明之前有2天，我记得大概是2天，在体育场有周总理、有江青、有陈伯达，还有一些人，就是那个新的那个中央新闻阁那些成员，就接见外地来京的那些同学吧。当时我记得江青就是代表这个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啊，都是很激动的。那个江青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而且我昨天我看了一篇写上写的江青的9条罪状，我觉得特别荒唐，什么又是迫害毛主席呀，又是那个什么的话，特别荒唐。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吧，长话短说，我就说呢，江青呢，我就觉得他的贡献呢，首先他是文艺界的贡献，那个样板戏那个水平确实非常之高，你要。把那个文革这个以后那些样板戏，这个《智取威虎山》啊，那些这个《红色娘子军》那些东西，和之前的那些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艺术水平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另外呢，这个政治内容上面来说非常好。这是一个，这个当然这是无可，这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再有一个。大的贡献呢，我觉得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因为从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我认为啊，如果说的不对的话，大家可以批评啊。就是说这个，我是从现在来看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呢，从1965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说党内呢就出现了好多这个不健康的这种因素。后来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了，到1966年5.16才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文革，然后再继续搞这个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很早就从现在这种腐败这个速度来看，如果那时候要没有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中国现在是分崩离析一塌糊涂。所以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现在能看出来了，而且江青的贡献在于，就是他的这个他的那个和他那个新文革新的那个中央文革，使得文化大革命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这个那时候的话，你想想那个5.16以后，为什么那时候出现了好多这个现在说10年浩劫啊，又是斗老师，又是打死人，实际上呢这些事儿都是反文革的人干的。现在我了解到，对吧？像那个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被打死那些人，都是谁干的？他们那些人本身是对文革有抵触，然后呢，就是他们这个，而且是正好江青那些新文革上了以后，才把这些这个毛主席8月份有个大字报嘛，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嘛，就批评这个现象啊，说，而正是这个周总理和江青同志这些人的努力，才把这些所那些这些坏的这种斗人啊这种风气压下去了，是吧？尽管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起这个坏头之后，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这种乱的情况一直维持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我也亲眼看到过这些情况。不过在天津来讲比较稳定，天津没有大型的武斗。啊，你说文化大革命死人死斗武斗死人的话，天津大概我的了解是没有，是吧？这是我觉得这是江青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再有一个贡献呢，我就觉得江青同志吧，他对毛主席的这种理论了解比较深。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他的一个样板戏里面，就是那个《红色娘子军》那个芭蕾舞剧里面，以前呢就没有提到这样，就。在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说红军女战士在那跳舞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打出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思想。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是吧？就是说，毛主席从解放以后，他花了好多的精力在治理这些官僚。像这个，就是像这个，你像那个文化大革叫这个解放以后，解放以后好多共产党开始已经就是贪图享受，这个像刘青山是吧，张子善那些革命功臣都开始腐化啊，张子善那些共产党，那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有一个电影和一个这个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就说你共产党的干部开始腐化了。这毛主席就整，后来又一路就整下来，后来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这个一直到这个社会主义教育啊，到反正就是你共产党要继续革命，你不然能你取得了革命以后，你不是结束了，你要继续维持你这个这个就是你这种革命的这种信仰。我觉得江青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这个理论理解比较深刻，我的感觉啊，是因为他特别，我的认为就是他特别在那个样板戏，本来那个戏里是没有的，无产阶级，吴清华他就为了报私仇，犯了错误，是吧？他不是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做坏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江青这个是辩证唯物。刚才那个谁龚老师讲那个辩证唯物，我觉得这个确实挺重要的。因为共产党，你说我革命成功了以后，我就是永远是我永远是革命的，不是这样的。我想就说这些事儿吧。反正对于江青，我们这个非常敬仰啊，非常仰望。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自己私下里对讨论过江青这个问题。江青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好好，应该政府也好，党也好，应该处理好江青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维持这种对江青的这个错误的这种结论的话，啊，不，那个是说八届十中全会啊，八届十中全会对江青所谓四人帮的这个结论的话，那你就是你自己的形象就受到损害了。这种荒唐的东西你还一直维持下去的话，一个是对自己形象的损害，另外一个呢，在香港也好，在国际也好，很多人就利用你这个错误的决议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所有革命者。在香港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就把江青描写成一个非常妖艳的一个人物啊，然后把整个一代共产党的革命者全部都污蔑，然后还污蔑毛主席，是吧？所以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所以江青这个问题要处理得好，才能够体现你这个共产党的进化的坦白的那种做法。那个谁，那个前一段好像。我记得好像王光美在凤凰卫视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以前人都说刘少奇和毛主席的斗争是个人权利之争，结果我的印象中他好像说了，他说不是个人权利之争，确实是路线之争，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是对的。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这我对王光美之前的印象不好，因为他文化四清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事是错的，但是后来他这个表现就是非常好，让人就是说这个非常肃然起敬啊，这样的人尽怀坦白，个人的私欲。我以前错，我错了，以前认识错了，很好，很正常。但是您认识错了以后，我就承认错。我觉得对待江青的问题上呢，咱们共产党还有咱们的国家也应该采取像汪光美同志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了我就要坚持，错了我就改正，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毛主席要求的。毛主席很高崇高的一个品质，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同志，你邓小平以前犯的错误我就要批评你，你邓小平你说你悔改了，那么我就还可以批评你，不是说我要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那种。
我觉得对待江青的问题上，我们的共产党也应该采取像毛主席对待以前犯过错误同志那种政策，这样才是对国家有利。现在呢，美国人和外国的反华的势力就是想利用你的这是共产党错误来整垮你共产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时间比较紧，事情比较多。那个这一次我们杭州啊，在省图书馆，就毛主席在杭州800多天，就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毛主席把杭州作为他的第二个故乡，所以所有的摄影搞了一次展览。虽然他们免了很多江青的照片，但是呢也有还有几张保留。所以在这个纪念毛主席诞生120周年的那个就摄像展，就是毛主席的头像展，所以也搞得比较大啊。所以现在又想到江青的100周年的纪念，心里呢也很沉痛，现在也很，所以现在也看到你们这些同志，特别我听了刚刚香港这位同志的发言，他讲的一些东西讲得很对，但我简单讲一下。你像那个江青给我的喜的，就是每次接见了，因为接见多少次我也记不清，都是永生同志，你留一下，我有很多话跟你说，是吧？比如类似这样的，但是我全部都抄掉了，全部给抄走了。我以前是美术学院的，我是65年的美术学院毕业，后来留在学校里搞文化革命，大概你们不知道，文化部领导的，就303高啊，那时候就是批判，就学习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接下去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了。就我这里讲，就是讲总理对江青，可能你们这个听到的不多，有的时候就在总理在江青面，当着江青面就跟我们说，有的是在有些群众大会上，你们可能年纪大的都知道，啊，就是总理说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鲁迅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就左派文化，但是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大家记得吧？记得啊，这是总理说的，是吧？第二个我想总理说的，就带着我们叫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因为我们浙江省呢是总理的故乡，所以在文革的就是前文革，所以现在应该刚刚讲的哪一个同志讲的，刚刚也是香港的这个同志教授吧，就讲到这些都打砸抢，这些都是现在的一些太子党干的。所以讲这个陈小鲁他搞检查，其实他搞的啥东西是吧，他也承认，但是只有一点他承认，他西周的很多打砸抢，打老师反对303高，就那个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是吧？把我们潘天寿那时候那股思潮，在我们浙江就是当时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把它叫第一司令部，叫一师，后来也叫它贺一师，都是干部子弟啊。而且他们的红卫兵的头头呢，当司令的、当副司令的、当政委的、副政委的，都是跟他父亲的位置来编排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早就记住他年龄到了，一个叫梁平波，他就是上海市市委常委梁国斌的儿子，所以他是红卫兵的副政委，因为他排的还有点高啊，是吧？所以我们那个，而且文革当中以杭一中为主要，或杭四中为主要的，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啊。因为我们这个杭一中呢，杭州第一中学呢就是省政府的干部子弟的集中学校，杭四中呢就是市政府和省军区的干部子弟学校，所以红卫兵司令部就开始从他们那边建立，而且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九察队总指挥部，打砸抢抄家呀，乱戴高帽啊，游街呀，
对吧？但是你们现在有一个，就是红卫兵为什么穿军装，就是从这些开始的，因为他们的父辈以前都有军装，后来就是军衔改制了，不毛主席不同意这样的军装了，对吧？因为把军队也分成等级，是吧？他们讲那个立兵出来不敢出来，立兵出来这个敬礼手就放不下来，他对上司都要敬礼，是吧？所以这个不平等，毛主席讲我们那边就是一个红旗，哎，一个红旗，两面红旗，是吧？所以讲到那时候包干子弟，刚我接的这个话呀，就是这些当时打着想很多，我有很多证明，我制止他们打着想，甚至他们弄了炸药。就是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张世强给他炸药，先把岳坟炸掉，然后去炸林营，叫做扫尸臼。后来我们发动群众把林营保护下来，啊，但是岳坟的，就是岳飞的墓炸掉了，后来我们又重新给他修起来，啊，后来我在1967年的2月给总理写了封信，后来总理就是你们可以查，就是关于保护全国的。国务院的重点文物用这个面出来的，很多庙宇都是文革当中保下来的，很多文物都是文革保下来的，所以我在他们有些收藏的人我去看啊，是不得了的收藏。我想你们讲文革把这些都毁了，你们现在怎么收了这么多？你马未都也收的太多了，北京的马未都，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要看历史，就是要看它真实，是吧？哎，所以我是这个讲的江青呢，因为江青呢，因为主席经常在杭州，就是我们建国以后的很多重要的一些文件都在杭州产生的，你像这个第一部宪法，啊，甚至就文革，这有些文件都是那时候在杭州产生，你像公益70条、农业60条，是吧？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思清的一些文件。啊，特别是我这里讲的，还有一些毛主席在我们浙江批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好点七个好典型七个文件，但是你们知道这些批的人现在的悲惨遭遇吗？就邓小平上来以后，是吧？搞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吧？这毛主席早就遇了，是吧？所以我举个例子，就说我们当时呢，你讲那个温州的辽西龙。金华的陈双田，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活了，就他一个活了，就是临海县的岳西大队的支部书记殷世官，他在文革后来在文革当中集合了提拔上来，集合到县委书记，铁英贬成了邓小平的指示，他任命一个副书记去把他书记抓起来铐起来，判了8年徒刑。他们不讲什么法律的，是吧？所以我的情况你们可能还不是太清楚，啊，我是在文革当中，所以我跟他们讲道理，你们讲文革，浙江省委打到了谁？下面第四委打到了谁？下面县委又打到谁？是吧？你可以报出来。但是你们上台以后，邓小平上台以后，一个街批查运动，一个就是。清理三种人的清理运动，是吧？就把我们从省委一级到地委一级，一直到大队生产队一级，一共我们当时初步统计受审查的400多万，是吧？温州的现在有，我看了这个武汉的那个给我写，那么他们写了一个回忆录，是吧？他的最高刑期是判了15年吧。我们那边死缓无期，判死刑立即枪决的，在审查当中被迫害致死的，啊，这个地委书记，我都可以把一些名字报出来。你看，我们是嘉兴地委书记王明，老红军被迫害致死，啊，我们这个丽水地区的地委书记司令员何继明迫害致死，抗战的老干部。台州的地委书记省军区那个分军区的分，就台州军分区的司令蒋玉和迫害致死，
甚至我们地委的老干部，像温州的地委老干部叫赵兴，判了20年徒刑。还有台州的第一副主任、第一副书记叫周凤明，老八路，开始也是判20年徒刑，后来82年有个文件下来，这个你们可能知道，9号文件，是吧？后来判，最后还判3年管制，开除脱党。像我们这个，我呢是更加了，终身无期，查看了刑法，过去的刑法或他们公布的刑法，没有终身无期的这个刑期，所以我感到很奇怪。去年的5月22号，根据上级的指示，上面领导的指示，我们的西湖区公安局、西湖区司法局给我弄了一个红头文件，说恢复我的政治权利。我想你这么闹笑话呢？你们都懂得法律的，我现在刑期还没满呢，我现在40多年了，还没满呢，是吧？怎么你先没满刑期没满，先给我恢复政治权利呢？是吧？判无期徒刑，世界上住监狱时间最长。所以我想你这些东西不需要了，不需要跟我讲了。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政治权利的问题。我想你50岁之前你不会恢复，60岁之前也不恢复，70岁之前也不恢复。现在我75岁，当时74岁，你给我恢复有什么意思？我就是到街道去投个票，我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了。是吧？你们的是不是这个依托？我闹笑话了。哦，对对对，就带着我们西湖公安局和西湖的司法局，带着我去找杭州市司法院。往那司法院我根本就不去，是吧？跟他没关系，因为他们的早就判我们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个院长叫张向前，早就不知道哪一年就去世了。现在没办法，我也不没有意思。后来跟他们讲，跟他们院长放那进来。那天我把话岔开了，我问你们那个法院呢？什么法院？你看你法院气派的比市政府还厉害。那个高楼，我问你现在目前不是刚刚清理你们的办公室有多少平方吗？你们院长有多少平方？副院长有多少平方？这一座大楼10万平方。我问你们是大概冒两头笑，吃了原告吃被告，你们发了啊？到了这个。春节年底的就是年底了，又是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盖了一个大最高人民法院院章，这个公章，说关于我的刑期，讨论我的刑期问题，是吧？春节以后有司法院把这个文件发到送到我家，然后呢就说过个春节就来，现在又就开个2会再来，我让你来不来无所谓。我跟你谈的不是刑期问题，我是无罪的，你要跟我谈怎么谈我有罪无罪的问题，我们辩论一下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前面讲的江青这些的攻击，我应该讲攻击，我把我亲身的说的话，说经历的江青要我做的事，就是移这样板戏，地方剧种移这样板戏。首先看了，因为我们浙江有个豫剧，你们知道林黛玉、贾宝玉啊、梁山伯、祝英台啊，就豫剧，在南方地方很大的一种剧种。江青跟我谈到这个问题，怎么把地方戏移浙江版戏啊？特别是就是用你们造豫剧来移浙，而且江青很清楚。总理在58年就是把豫剧的女子豫剧，像以前京剧啊都是男的演花旦青衣，豫剧呢都是女的演小生，演老头老生武士，反抗了。这个总理在58年就提出要豫剧要男女合演，江青对总理这个措施非常赞赏，是吧？但是江青给我讲的是专业的，所以江青懂得艺术，是吧？他比如说你们盘夫师傅，你们的豫剧是靡靡之音，低八调，
你回去以后跟他们商量一下，能不能把预计提报的高拔掉，是吧？我当时外行，我是画画的，美术搞美术，我对这个音乐一窍不通。他你回去，他我唱给你听，而且江青的豫剧唱得非常好，非常标准。他唱的我用低八调先给你唱，那确实是成哭哭啼啼呀，对吧？靡靡之音啊。他让我再改八高八调唱给你听，所以我下了决心回去以后，我就，但是我回去以后呢，上海把我拦住了。每次回去上海总是把我留在上海，我在上海我对上海有些不是太那个，是吧？特别是因为把上海的过去的造反派先打掉了，是吧？你们对上海红客会，以前上海的工人司令是潘国平，潘司令，是吧？后来六八年把他们这些清理掉了，所以我有些不大，我说像我们在北京叫做不大感冒这样的，所以他总是留我。那一次把我火车拦住了，啊，徐锦贤啊、王秀珍啊都出来了，在火车站把我拦住，一定要把我叫去。但是你们康平路不坐，要坐呢，就是我跟周杰仁以前就是杜一生公馆，就是巨鹿路来的，啊，愿意坐来的。后来他讲了一些东西，想了解江青跟你谈了什么，我没谈什么，就谈了地方戏。就移怎么移这样满戏，所以他上海有个沪剧，所以呢后来就推着到豫剧啊，就你们这个豫剧，河南的豫剧，所以江青很重视地方戏的发展啊，所以不是他们所讲的只搞了八个样板戏，而且样板戏不是他搞的，什么红灯记是以前卢荡火种改编的。革命自由后来人，后来又是卢荡火种，就那个叫做沙家浜，啊，所以后来又是用865，这个红色娘子军这些都弄了。当时那时候江青毕竟有限，但是我还讲一个，就是刚刚我跟那个吴彩霞，他有这个一本编了又编了一本书，里面有我的一些篆刻。我当时那时候在狱中的时候，我刻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列宁主义万岁、自由社会主义救中国啊等等吧，这些东西，你看那个还有些莫须有这些罪行啊，他把我都用上了。还有就梅毛主席的运煤风雨松春归，刚刚多了一个轩辕洞无限风光再险峰，要体会这个词啊，是吧？所以当时就是毛主席的韵梅，那比陆游的韵梅那好多了。毛主席在整个诗词风雨松春归这个整个诗词当中没出现一个梅字，但是毛主席把梅魂洗出来了，梅的灵魂洗出来了，所以我那里刻了一个梅魂，也用给江青用上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事情呢，我想你们可能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浩亮在不在了？我不知道浩亮就演这个杜鹃山，他不是就演杜鹃山了，就是杨春霞演的吧，那个柯湘，有一个家住安源平水头，是吧？这是一段。还有里面还有一句，就是不要在旧上横上，再开新上横，就是那一段，因为他们唱的不动人，江青讲要把这一段把唱出来，要把观众的眼泪唱出来。江青讲我唱给你们听，京剧是吧？所以现在污蔑江青的东西太多了，太乌七八糟。刚刚你们提出来的一个叫李志绥，就是说是毛主席保健医生，所以我这里告诉呢，还有就是毛主席在的，就中央文革的领导小组的，还剩下一个人，就是你也知道戚本禹，他已经写了，他是研究历史的，他就专门针对李志绥这本书，把他剥掉他，是吧？所以李志绥
你搞那个铁道迷现在能联系上？联系上，他在上海，他到我这里来了好两次了。我跟你讲呀，你看看，你要能跟他联系上，有个新闻在外上采访他。啊，那可以可以，他也，我开始第一次是他把我带到上海跟这个戚本云，我到处找戚本云，我回来以后找姚文元也没找上。他姚文元等我回来恢复所谓的自由吧，我去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呢，我后来分析，就是有那么传的外面有那些的，就是说江青造虚，是吧？所以这里面有许多很多都是造谣的，是吧？但是呢，这个造虚这个事情是实事，是吧？就是毛主席有言在先，就是。叫李拉，今天我觉得李拉能来，我今天能跟他见一面，是吧？我上次来开会，我也想跟他见一面，后来就是见到了毛小青。这个插曲，就我插一句，他有个特殊经历，是正经八满差一点成毛家李娜的这个我男朋友对象，处一段很复杂的一个故事。这个讲起来话长了，是吧？这个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但是这个消息呢，当时只有陈伯达和姚文元知道。那姚文元，我因为他出了你说那个文章的时候啊，是《上海滩》杂志，也就当时上海市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市》杂志，1995年先出来的，说是原文是出在《上海滩》杂志。那我一想，其他人都不知道，当时要保密这些东西不能乱传的，是吧？所以，只有他知道，所以他出来了，应该他是1996年出来，20年吗？后来他1995年身体不好，先提前1年出来，啊，所以后来很奇怪，我出来以后，我2005年我到他知道他在他的湖州的一个亲戚农村里，啊，他写了一篇所谓的回忆录，但他不敢讲回忆录。他写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入关问题的解释，是吧？这个回到上海就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讲到这个事情呢，就简单的片段吧，是吧？所以有些的事情吧，你们想知道的还有一点我了解的，是吧？你讲这个邓小平的问题，那毛主席早就给他敲警钟了，你肯定都知道。毛主席开始文革的时候，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徐志友出来了，徐志友讲我带兵不发。毛主席讲你是周波，你自懂文，自懂武不懂文。周波，邓小平在批判二月逆流，就是第一个以彭真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文革领导小组。搞得二月提纲批判的时候呢，就邓小平说，邓小平你不一不看书，二不看报，你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再就是他检查毛主席，他根据毛主席讲，你这小平同志啊，你这女士犯错误，不断的犯错误，你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你严重的特立权重。后来他就要求打报告给毛主席，给周总理，要到农民当中去，到革命根据地当中去接触农民去。这一下把总理难住了，他现在这个住在江西一个农机厂这么旁边，这个就是江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的一个军官陆军学院，以前是院长住的二层小楼，外面它不是墙壁，它这么厚的冬青树，4米多高的冬青树。你就甩铁钩也翻不过去，是吧？总理做工作，叫下面做工作，就把这个地方保卫工作好做。他一定要下去，离农机厂近，再修一条小路，叫小平路，走了后门。他不讲他在法国是留学的吗？他现在自己要讲说，在法国我自己有做学徒工，做钳工的，是吧？要如果说这最近也有人批判他的毛毛关于邓小平的历史，是吧？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真话，真的东西。所以他到那边去以后，他的生活怎么安排的，是不是啊？那个从邓小平，我的父亲邓小平，再仔细看看啊，
至于邓小平有没有理论，大家都现在很清楚，我是把他的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的大墙壁上面，我是用喝的牌匾给他打擦的。你没有理论，你从你第一卷到第三卷，或者第一卷又进出来谈到有问题，又作为了技术性的三改，是吧？你有说法没有理论？我们这次啊，只是言论，哎，这是说法，每个人都说法都有可以说啊，摸着石头过河是瞎子愣，是吧？哎，这个不管黑猫能抓到老鼠是好猫，这是猫鼠愣，是吧？这个姓社姓资，不认不变了不争了，对吧？这就是走资本主义论，对吧？他有什么理论呢？什么叫理论？首先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东西呢，像我们这个这些有些，现在我呢主要是跟企业家经常接触。我们浙江你们知道是有钱的人，而且呢，这些企业家当中有一大批是当时判了10年以下的。我举个例子，卢冠球，万象集团，他原来是萧山为民镇上面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公社的农机厂工人，是吧？他判了7年徒刑，83年出来的，76年抓起来，83年出来的，他自己创业。那其他的哇哈哈中青后，还有我们清真堡的集团公司老总冯根生，还有全国的丝绸大王孙爱行，万斯密集团，是吧？这都是弄起来审查了2-3年的，其实是抓不到问题，没办法放出来。我还举一个例子，也是大企业家，现在他回国了以后，给他当政协特邀委员，就温州地区各会副主任，学生头头，叫张瑞堂。他在审查期间他逃到阿根廷了，跑到阿根廷了。他到阿根廷，他回来以后跟我讲，他张老总啊，我当时到阿根廷比要饭还要困难。他后来阿根廷的首都大酒店就是他的，他成了阿根廷的首富，是吧？后来就李鹏、朱镕基，我们那时候省长这个女主范，现在调到中央来了吧？还有就习近平当省委书记期间都邀请他回来，他家里都有他们的照片。是吧？他让我不逃，我枪毙了。现在我逃了，我成了大企业家了，他们来求我了。这个你们可以查，我这里也这个典型啊，这是很稀少的典型。但是有的判了10年以下的，甚至当时做多少年算多少年了，就是当时82年那个文件下来以后，9号文件。所以有，你看我还举例子，就是我们宁波的市革会副主任王国栋。做了13年回来了，也现在成为企业家。我们余姚的首富叫王文健，杭大当时65年进杭大的，当时一进杭大就搞文化大革命，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最后结合到余姚县各会副主任，他现在是余姚县的首富。但是他们的思想没有变，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像我们这样，是吧？哎。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可能是我不能耽误大家时间，大家要讲话的人多，因为我想讲的也蛮多。大家都很清楚，青岸公司调度员，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我都走完了，酸辣苦甜我体会的都很深。我是大学三次反革命，第一次是5·16，第二次是林彪师大，第三次是江青后反革命集团骨干。但是这些事情那个跟我都没有变，是吧？咱们会后再交流。哎，会后再交流。我做了10年监狱，这个没有对着话筒讲，只承认我有错误，又缺点，有错误没有罪。我是83年判的刑，
我是华国锋，啤酒啊，成绩很差，陕西啊，陕西有名的三个人：张山阳、张培新、单云杰、杨某人。我是大大象瘦我，大大象瘦我，我还跟他竞争。我们那全都是大大象瘦我，啊，包括姚良伟，啊，李旭英，李旭英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最早的造反头，学生领袖，这是张庆同志命名的，毛主席对他也有讲话，啊，这个他现在还在。啊，他现在还在。现在陕西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是现在继续革命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其他可以说95%以上的人都变了，特别是在江青这个问题上，风言风语太多了。一开始就是美女都学，夹屁股夹带的。江青同志我见过多少次啊，江青同志的我见过多少次，我其他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最后一次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与江青同志有很大关系，是他筹集我们成立革命委员会，特别在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带头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您看看那镜头啊，好好好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镜头，呵呵，没关系啊，我这个心情很激动。去年我们就在西安就筹备这个纪念江青同志，这个参展人很少，我们大概也是上咱们这个范围，我们是只要妥妥的基本上都在，对吧？当然现在是这就是那个沈夫人一个死了，我们的负责人马西生同志死了，马西生同志是气死了，啊，这就是文化革命搞的，就他是个工人，铁路工人，到最后也是个反革命。我这个人不在乎，你打要事实来说话，你我这个帽子戴的比较多，是吧？这个最后呢，就是我攻击华国锋。污蔑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啥的是对华国锋的评价。当时我这个人说话不拐弯抹角，人家当时就问说你对华国锋这个人怎么看？我说华国锋啊，评价太高，毛主席四个伟大，他是来了个英明伟大，比毛主席还伟大，所以这个事情也到最后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华国锋出了问题了，给我把这条取掉了，啊，说哎呀，张培新这个人还是看问题还是很尖锐。另外一个，我这个话也不变，今天早起我给他讲这个事，就是你对周总理接见我很多，我陪周总理在就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时候，我在西安张八股陪周总理吃了一个礼拜的饭啊。这个他说你对周总理怎么个看法？我说周总理这个人啊，巴结泥娃这样挥霍细腻，这都当时我就说的啊。后来周总理死了以后呢，也把我这个打成反革命，但是这个问题它没存在，那就是它没打成，是林彪，就是就是我是制作委员会解决陕西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泾阳有502仓库比另一派同志抢了，我们呢也去的是一个里边没人管，是吧？我们把部队的抢的给那个了，所以当时的自治委员会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当时的是经过大家也知道，过去胶东一个连的部队一个排的部队都经毛主席林彪批准，当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吧？后来自治委员会研究是让我吃面，就带着林彪的三条指示，第一条就是你们抢这个军用库是错误的，全体退出库区。第二条就是同一派部队去，不要带武器，杀三毛就是思想，就是用这个预鲁贝吧，啊。到最后，因为我这个穷乡，当时的我造反派头头，那这个枪的不能交出去，因为他们把枪撂到
抢外边去了，我们把大概都是一个排的这个单子都不抢，我们抢了，我这个抢我都没缴，我缴了以后我都害怕我们招商办追款啊，所以是到最后这个就是我要叫缴坏厂，不要缴好厂，那肯定嘛，要换的坏厂干啥，我好厂留下来，我打算我带了十个团级干部，就是封这个转我厂军长啊，是用那个军列把我运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九二五斗也是全国很有名的啊，我西安人说是张北新这个人，学校大家都没见过我，说这个人很厉害啊，脚一单子肿瘤都要摇上，这都是太过分了啊。但是蒋庆同志的我是很佩服的，因为蒋庆同志他是个知识分子，我佩服啥的，他写的那个字才看了，咱们国家除了蒋庆同志模仿毛泽那个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再像蒋庆同志那样啊，所以他是迟迟早早，他都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啊，毛主席好学生，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对，他们从来没超越这个啊。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功，我认为蒋庆起了制药作用，达到了刘少奇，达到了邓小平，引致上，所以邓小平这个刘少奇对他们很狠，但刘少奇死的比较早了，对吧？特别是邓小平，对不对？这很多表现，我认为这个审判的时候，我还是监狱出的，没人看，我的要求要看这个审判节目，把它一看，我说那个审判的时候呢，蒋庆很勇敢啊。毛主席在的时候，你们那个为啥那个？这邓小平他是很害怕的，是吧？我认为是自己，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说文化大革命没有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留下来的，我最后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啊，给我们。这个指明了方向，所以他自然的搞抗日院，是吧？我说现在还能这个怎么办？我说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叫少数人，并不是说十年好起，十年的成绩是很大的，对吧？这个好起是他们自己的。我说刘少奇和这个邓小平，我现在觉得是永远都是少数派，哎，他自己给他自己评的饭。对不对？我前几天我还把刘少奇那个就是过去我们发那个材料我看了一看，一件都没有错，他们现在都把它否定了，都否定了啊。这个批邓小平犯的优秀反感风的时候，后来一个觉得是我批邓小平批的最厉害，就是如果是我们把邓小平批不到批不出，我们中国人民绝对要受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啊！这个当时省革会把这个材料还发给是，我批邓小平批的最厉害，邓小平把我毛也没拔，这是我们陕西人是吧？啊，没拔一个。但是华国锋的不了解，华国锋曾经欣赏我，就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对张北新、夏仁杰、杨伯庸曾经欣赏决定，结果到最后呢，把我拔下去来了。我说你清职审查，我咱们清职审查是概念是啥的，就是把你职务清下来，对吧？给你交代问题，我说我都没啥问题交代，我是以实实道道，我都是跟毛主席的，对吧？你说武斗，你说打砸抢，到最后我反正落了打砸抢了，他跟他判不下来，都把这些否定了，就是三证人给我定罪是三证人，九二五斗是。我杀了52个人，我说我只杀一个人，你把我枪毙，我一个也没杀，我是共产党员，我是老共产党员，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干部，从工人是提拔计划员、调度员，是吧？开始我当的时候，我说我还很可惜，我说能不能把我留在党内？我有缺点，我有错误，留在党内一管后效。也是你杀了52个人，还把你留党内？那行，因为我在协会上还是有。来往就开始变了，我在那个开始当地上，我说是我三次开始当地，第一次是
人家自行宣布，我后来提出了，我说共产党还有个义务权利，对不对？我说入党的时候还有选政史，还组织批准，一开始那个谁批准的？谁给我那个支部大会？我应该参加，对不对？我没有犯罪嘛？你还参加啥？你杀了52个人，我当时我跟扣都不干的，我就骂他，我杀你妈了个屁！我说我，哎，你能不能证明我？我说我要参加，结果我给你看，人家那个上就是，我那个职务100%同意。我说要是你要宣布这个材料，那我也接受同意把他开除了。就是说我九二五都杀了，亲手杀了52人，你有理说不清。我说我一个也没杀，如果要杀了的话，你马上把我枪杀一个人，把我就枪毙了啊！到最后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签了个字，我说我同意开除你们现在的共产党，但是我还是要按毛主席共产党案的要求，我是毛主席共产党案，我给他是这样写，哎，我是毛主席党，党已经变局了，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那谁呀？我们8000万党案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啊，虽然是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这个社会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是贫农，给我们家的分了房分了地，所以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所以我这个我跟李学勤都是一个跟李学勤家庭也很穷的，也很偏，所以这个跟阶级关系跟慈情都有很大的关系，对吧？所以有很多人，我实际上是你到时候今天还闹啥呢啊，把你关了那么多的时间，你还不这是共产党吧？你还能胡说八道，什么共产党现在变了，他们右派胡说八道。那是你看他这个掌权，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时间不会长的。谁离了毛泽东思想，谁离了毛主席的路线，到时候谁都失败。不是改革，我都笑了，改革开放了，改不下去。前几天，这个工人的工资刚增加，我一看那个老工人都围着在那里，正好是碰到我了。哎，当副省长，现在县人民很多，见了我还叫副省长的，是吧？因为我这个人。一亩贪二亩那个我不花，我跟大家一样，我的工资跟大家一样，对吧？我们三个人是三种情况，马先生气死了，就是给毛主席给了证，落个饭给命没饭吃，他的经济条件比我还好，他姐夫就是他爱人的姐夫是赶去省委书记，人家给打了个电话，结果走后路没走通，就给县里省。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狗会了，是吧？打了个电话，人家说是，那你马上上一天班，我就给你发一天工资，是吧？我这个呢是好的一种情况，就是按因为我在青岗公司工人的影响很大，对吧？我在公安厅的公检法的影响也很大，给奖励，对吧？人家觉得我这个爱骂人，我说你审查完了对吧？10年完了，审查是也没个啥问题，我说是。死了那么多的人，你说冤枉不冤枉？我还在的，我说我现在我感到我还很光荣的，我没死，但是我也不能死，对吧？你们放心，我也不会自杀，我自杀都说不清，对吧？所以我就找单位会拍马屁遛狗子，我跟马爷说我已经刑期满了，我给单位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已经刑期满了，我回来你们给我安排工作。讲实话是，你这个单位写你爱骂人。你们不要去，我们去了以后，他一看人家公安厅去人了，在党委书记，他说：“哎，党委书记是原青岗公司元老，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宣传。哎，这个我们都给他安排工作。”结果我想起吃饭了，吃饭了，这个回去以后说：“你不要骂人，你休息3个月就上班了。”对，去了以后我就到那个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变了，然后。你的工作嘛，我们研究研究。我说，书记，对不起，我也没有烟，我也没有酒，啊，你看着办，对不对？我又不是山头干部，我又不是向上爬的。现在把我问题要审查清楚了，我负文化大革命。我说我负不了文化大革命，人家那个时候很嚣张。毛主席他应该负全国的。你当过陕西省是，就是陕西省当时是这个有名的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就是是很重要的一个省吧。是你应该负陕省，我负不了。陈忠于中国，我能负得了，我负得不了。后来呢，
就研究把我分的老死，劳动服务工说我是教导员，你对吧，我正儿八经手续都有，我人民这个青海工当副书记，实际上我是书记职务。我说我不当书记，我当工人可以吧，我回我们工贸局唱去。他把我们安排的劳动服务公司是那个甲属工厂那个，我说我不去，是吧？后来呢，我一看不行了，我等了五年了，呢，因为青海公司那个干部他都有那个腐败现象，他本身工资他跟我原来都是一样的工资，也是几十人啊，他到最后的工资上要按职务工拿200来块钱。我们过去的青海最高领导是140多块钱，那工人最高最低是18.5块，是吧？这么差距。他呢，我说是，你给我安排不安排？我说是这，你安排我到青海公司，我这个人不拍马屁遛狗子。青海公司要乱了，我还准备搞工人运动呢。我这是我给大家说个心里话，我说是。你把我分到这个地方去可以，我去，但是青海公司要乱了，我可不负责任。他咋能乱呢？那是人家肯定工人要问，当不行你拿多少工资？当时给我按有的他们不干，咱们这边刚好在清华大学的早饭盘分到我们去，谁都不知道。他后来慢慢当了副董事长，管了人事，我去了。我去找他，他说他们不懂政治啊。完了回来以后我们再研究，我写了3条，第一条就是我的工龄你保持10年，对不对？有给我判刑10年嘛，他说你能站得住脚，有我这东西大家想站得住脚。第二条我的工资文化大革命前是51块钱，即使14几，对吧？我说你中间50，你现在你掏，对吧？掏了91块钱，他不是有粮食补贴啊，还那个干部过去那个世博费啊，就是应该是好。看病，我现在看病还能吃，因为我现在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就是刚出院，我治了开了动了3次手术，我向我们的李杰同志学习，这个病魔不可怕，这个实际上的。我是这个前列腺癌，他2天的时间就要了我的命了。后来我是想抢救命，要到下去，我现在还没有医保，我现在花了10000多块钱都是借的钱啊。我是想把命折，后来那个谁老邱给我们西安的早晚饭打了个招呼，说要我一定要参加一个会啊。但是没有跟我说这个会是啥，我就估计很可能是研究纪念奖惩问题。哎，我对他猜对了啊，一来就是我说这个会我必须去，我哪怕凡是举行这个，我再给你说个，就是我对毛主席啊，就是我从吃监狱以后，我在西安从100周年开始纪念活动，一直搞到120最后没搞成。没搞成也是都千方百计的，就像我们这个范围，原来我是策划5000人把毛主席的像做了5000个像，实际的是两个的秧歌堆了啥，真正会场我盖了个会场，就是那个党的辈那个纪念馆，3000人。结果人家这个不要脸啊，这个之前呢我们想啥，就是那个咱们传国啊，关于今年120这个问题，到最后人家说是不让搞，我们还是以官方的名义，就是毛经战馆写了个报告，当时在记者说是就是300人以上就要念10张皮，我们都写了个报告是300人，但是人家很怀疑，说你这300人超过了怎么办呢？我们的长官讲是今年毛主席还得超过，不超过，超过了群众们，那你看他妈的当时叫他怀疑啊。结果完了以后呢，人家就跟我说：“好，你300人派了50个警察，围去你继续，害怕以防万一。”结果到最后，我们把毛主席同志也请了啊，
一直来毛阳是一家的，因为他这个东西还要分开活动。后来就给了我一个任务，我跟吴桂山的关系很好。吴桂山，我给吴桂山打了个电话，桂山他是摇把他就来了，结果有点背景，同人员做同人一个多月了。因为我跟吴桂山关系比较好一些，吴桂山他那个他是原来赵孟涛小组当小组长，也是我们造反派市的这个工人这个旗帜。啊，这特殊情况。后来我给打了个电话，说是我听说北京不让告了，后来也是延安不让告，都吴桂山说：“哎呀，那我参加新年活动，我参加啥新？是纪念习周新。”我说：“你在西安都参加了，你在北京都参加了，还参加他的干啥？毛主席重要，还是习周新重要？”啊。是，哎，这是深圳人民强烈要求，那他强的啥的，可是现在这里都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这个里边我就揭露一个问题：习仲勋在陕西斗的时候，不像习远平说的那么回事。习远平不是说造反派把他扒的，还招的都什么？我看了那个有文献片，在习仲勋扒的。那里边很多东西都是编造，都是为了就从他母亲，就是习仲勋的母亲，还给陕西省政府还做主事。他妹妹控诉文化大革命，是他爸解放还是王震？他叫王震，这个叔叔给他接那个片子，还可以看一看。纯粹是胡说八道。习仲勋。是斗来，是从那个我们那个西北大学把他从路啊，都是很文明，不是像他那样生是这个东西。我为啥对习近平这个不相信呢？改变不了，他没有水平。你看现在从这样，他们表态的时候表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在这一年多了，还是沿着刚才这个老同志讲，还是沿着他们的老路走，他不走不行啊。他代表我说是这东西很简单，你说这个腐败问题好不好解？毛主席四大，群众心里都有数，现在群众都不是依靠对象，对不对？我现在我就认为现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都是拿钱买的，全都拿钱买的，下面剩下的人都淘汰了。是啊，好，我将未来想多时间是这个。所以说，这个蒋勋同志啊，在文化大革命功劳还是很大的。他这个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个理论家，对吧？这个文化大革命很多东西都是他，人家强大是头牛。所以说，为啥对蒋勋同志很？我现在就跟这个说，毛主席的问题，咱不要争，他谁也否定不了。但是蒋勋这个问题的是个焦点。如果是把蒋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正确对待的话，一塌糊涂，容易上当受骗，叫销售人转空，是吧？所以说，那个谁，云老师家讲，蒋经国见过的，要不是假奶奶，要不是假屁股，一长得也长得很漂亮，对吧？这个也是黑黝黝的黑头发，这是对，这才见了的，对不对？亲自的体会的，不是说那编造的。现在对蒋勋误人的谣言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向蒋勋同志学习，他那个坚定的意志。你看他这发生了，对吧？一个是张胜桥，一个是张小给，不管都不可能，你说也没用嘛，对不对？蒋勋给他整的，邓小平偷偷摸摸的，真的就捧人去做工，他是不敢去做工作，对吧？他是不敢去做工，他偷偷摸摸看咋想态度啥，对吧？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蒋廷是邓小平害死的。为啥？他有句话，就是蒋廷要死到他前面，绝对不能死到他的后边。再一个呢，我们也记得，因为最近看那个作者文摘上有一篇文章，我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是，蒋廷是吃了安眠药，我说不可能。对蒋廷控制是很严的，24个小时值班。不能死乎意外，咋能？开始说是用手帕勒死了，
现在可以吃了，就是用这个安眠药，这个炒凉了吃了。我是觉得是迷糊人心，我是肯定是邓小平这个人很阴险，所以我认为胡耀邦是个谜，胡耀邦是个谜，蒋成是还是个谜，对吧？我就认为这个蒋成呢是邓小平，我就是看那个杨虎城，对吧？杨虎城的这个害人手段，这个邓小平这个手段太卑鄙了啊！所以说我们还要向蒋成同志学习，建这个斗争胜啊！我相信我们取得胜利没有多长时间啊，也可能这个反正时间黑到都关键看我们了啊，这个时间不好使，现在我们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啊。今年蒋成同志一被调任，我们学习研讨会，我本来这个我心里话还比较多，有时间关系啊，就是见的说到这里啊。